那个再倒到袋子里，不知道那个里面还有没有，应该多少有一点点。那个上面里面弄出来是什么？哎，这个东西好喷的呢，好喷的呢，我看60都行，说不定。咱们再试试60吧，要不不好吃了。哎呀，要不再试一点，反正那个西西，你跟他们讲一下呀。再试一点点60，看能不能走得动就行了。因为这设计的那个客人的那个。家庭刚出来的吧？哎。因为这涉及到客人那个什么，对吧？哎，我说了说了。哪个粉粉？哎，这啥？我觉得可能这个会好一点，因为那种如果喷过的有的会变性，喷过的有的变了性，你就不好了。我来说我说在东家转来外发展如果转到了几次你就直接去那边点了要不要我去要我这辈子已经吃过了两个了0.75这肯定不够。好像也还可以，可以。不是你给老师也一号分的，俺的非常好分。哎，好，我看着还是70都行。对对，不是你给一个，70都可以，要不要考成70？我觉得可以再弄成70的试试。嗯，你下次。哎，玉工，好像还挺好的，过来看看。考成70的呀？要不要70的再弄弄？哎，你看这，你看这个好，好像很好哎。好黑吗？70。谁干的这个？看看。我来算一下啊，啊，它是0.66的水嘛，你再算算应该加0.66除以0.3，0.6，等一下，你看还有称呢，这个不用称，这个知道的。0.66，等会儿，0.66除以0.3，你加50，
零点六六的水，零点六六的水除以零点三，总共是多少？两公斤，应该是。应该是一家是不是都不管六十八老婆零点六六除以零点三除以零点三零点六六除以零点三除以零点三总共应该二点二公斤吧对吧二点二公斤你乘以零点三乘以零点三零点六六就是零点六六不是加了零点六六的水吗对吧那对吧总共是二点二嘛公斤嘛等一下问一下小玉我觉得是据说总共要加粉应该不对啊你这不你内容不熟啊估计这五度炼金已经是收用金啊你现在是一点六五啊对啊刚才是零点六六一点啊所以有点小玉你算一下对吧哎你算是不是总共零点六六你算算应该总共再加到多少零点六六的水嘛零点六六的水如果半成七十不是零点三嘛那零点六六除以零点三嘛就总共二点二公斤1.7总共要加到二点二两滴两总共加粉再加到两点二就可以了加到2.2吧哎呀，我上看的怎么算的是2.1啊？他可能1.66、1.7算的。什么？我估计不行，70。我估计70也不行了，再搅搅试试，行吗？但是你做的时候不能做成七十五，那就六十五，那再算算一下六十五是不是差不多了？你再算一下六十五。哎呀，别这样，这个是不是已经很翻了？来来来，试来试来试来试。2.1，还不够，还不够。好了吧？来来，别动。啊，都罗。五块钱不要了。好嘞。那我们设计就按七十设计。哎呀，那刚刚还有一下，不是美容的。哎呀，来过滤一下。多大事了？啊，咱不算人。人。不要谢你。这七十可以哈，到八十估计就不行了。六十九。69。我估计不能再抽了吧？不行了。你不高。你问侬干啥不算？你跟他们分两滴泪出来干嘛？很爽哦。69%现在。这个已经很稠了。我看65可能比较合适。哎。下面还有那个呢，一块块的东西。啊。60可能比较好，60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也没问题的，保证就没有。快快快没脚印啊这个你手脚脚的呀要剪切什么咕噜咕噜的现在是手脚脚的呀说不定还能那个再粗一点你放在那胶水磨一下就那个是的哎玉工可能用点胶体磨磨一磨啊再用卷切剪一点其实可以的其实可以的其实我都没有아니그사공간도빠져버리고아니지금은안돼
咱们去拍什么来着？不会就这样吃了吧？哎，那要是这样子可以的话，真的没必要用那个闪声了。哎，用了不干啥，干嘛还用闪声啊？啊，就是，我就在想。关键的话，它浓缩能浓缩到七十。可以啊，浓缩主要是它流动性要流动。我看一下。啊，这个流动性浓缩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加加热可能还会好一点。对，浓缩它本身就有热的呀。我来先走掉啊。对吧，兄弟？别热呀。热。大。别别别别，别太老实。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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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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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发机啊。刚才的车怎么不合适？怎么不合适？而且你刚才倒了，我的这个倒了，我先把一个打出去。我说不来，找不来，不来来的水。再下来看，他已经装到那里了，一个瓶。下一次做实验记得那不来粉，幸亏加粉多，要粉少了，动物全在里面了。所以我一开始我分了1.3公斤吧。万一不好了，我可以再试试。还挺好的。哎，你这个那本身加这个米，加这个米，它不会出来的。有没有这种东西？电商的。两个了呀，红色路啊，哪能问你？我这个要太平洋号，它是正常的。你要买？来来，红色的，红色的，你那个了。对呀，你那个厉害。不，到时候要叫我修，我要到那装的是。电商的。哎，那他这个东西，那个料桶应该在那个料管接在那个桶的下面，上面有搅拌了。哎喂，哦，不是，先搅拌，然后出来就直接进罗汉罐了。那这一桶料不是马上就能喷完的呀，它还会沉淀的呢。不会，就是上面是那个搅在那个有搅动的那个料搅拌桶，下面就是螺杆泵了。桶下面有一个出口接着螺杆泵、哎、对，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可以把那个稍微抬高一点吧，那螺杆泵稍微高一点点，螺孔都放地上了。
费劲啊。后面我把这个管子拿一下，它有气体了。哦。它这个这个这个。好，这个。走了。穿一圈有多少？穿一圈有多少？就穿这一个嘛，就这一次，这一次弄出来的嘛，两个。那个不是那个悬空里的吗？啊。不是把这个低估了。你们还多了？啊？哦，多了，没少了啊。300吨。好了。好了，先放着，还得吃着吧。